小朋友们早上好，这里是 Miss Amanda。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工作纸，是什么呢？青蛙的生命周期， Frog Life Cycle。 我们一直在讲的故事， So we've been talking about it。 然后像故事里面就会有什么呢？先是卵，然后小蝌蚪，然后有脚、有前、有后腿、前腿的小蝌蚪，最后小蝌蚪的尾巴没有了，就变成了青蛙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用剪刀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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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剪出来，然后完成这个工作纸。准备好了吗？好的，小朋友们，我们把它们剪出来以后呢，第一个是卵，第二个是小蝌蚪，第三个是有后腿和前腿的小蝌蚪，最后就是青蛙。现在呢，我们用胶水把它贴起来，一在这里卵，然后变成蝌蚪，这是二，然后蝌蚪长出后腿和前腿，三，最后就变成了青蛙。好，在这里。好的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小朋友们再见。